我们的熊二跟熊三是不是可以命中？熊二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模式，叫做颈肢方位线，我们叫做 BOL 模式。什么东西？这个模式我有打过，我就是试射的飞弹长。它是什么概念？它就是我只知道电针线，就是我只知道这一个方向海面上有舰艇，可是我也知道这是敌舰，可是我不知道它距离在哪里。这个时候我把熊二飞弹打出去，就是那时候物极鱼传，就是这个概念，你只往那个方位打，对，打过去它再去找，打过去它会在你设定的距离开始找。对，那个时候我被战备抽测的时候，其实我很紧张啊，会不会没有命中啊？对，但是不要怕，命中。那所以，等一下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那个是1996年的事。1996年，我们雄风飞弹就有这个能力，我们就已经试射成功了。